现在水先加到这里了，好，水稳有加了，然后那个龙鱼在这边。因为他极度惊吓啦，体力也有点好、哦，也是体力也是损耗太多，所以让他休息一下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我本来就有一台 GT 90在打气了。那因为那只龙刚好移动 here 黑啊，你知道不？所以再多加一台。然后现在看到的气量是这样哦 ，GT 90 18段的气量是这样。然后你们看，我最近常在讲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气泡盘可能。像这个都不知道换要换还是不换啦、啊、因为这个是蓝黑气泡盘，然后用已经超过会不会一年了，可能有一年了，但是你看它的气量就比气泡石还要小了，单纯的气泡石是最不容易塞的，但是我们都会喜欢有一些小玩具啦，我花个两三百块买一个气泡盘，比较粗的样子比较漂亮，或者是比较细的奈米的红白的小颗的五公分的两百块玩一玩，反正塞了就丢掉就好了，好。所以借由这个气量可以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还有我前两天发的影片，好，你说打气机故障的时候，不如先把那个气泡盘还是什么，甚至是气泡石，对对对，外面很容易买到一种气泡石，它也是打不出来的，来，圆形的，一颗像圆形的那一种，那个很多是大陆做的，几乎都是大陆做的啦，全部都大陆做的吧。然后我以前有进过，比如说进50颗，结果后来都丢掉了。50颗里面打有一半气的，大概不到15颗，那其他的就是气都小小的，就是打不出来，圆形的那一种哈。所以不要我跟你说买气泡石，结果你就说有啊，我的是气泡石，圆形的那一种是大陆做的啊，这个是台湾做的。这种气泡石一颗也30块而已了，然后那种圆形的全部都大陆做的，有的真的是不良率太高了哈。然后因为这只鱼在这里，然后这里的电线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像这个电线哦，这个就很尴尬哈。我刚刚直接把它关掉，不然它还在喷水。现在就要判断要不要开了，哦，还是不要开好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机械式的东西没有 IC 的，你可以继续让它跑，反而不要给它停哦。就算停，你也要拆开给它吹电扇。你不要停了几天以后，来这里谁先等得派？机械式的你就持续让它一直跑，它线圈发热什么，反而会把水逼出来，好、哦，就是把水蒸发掉了。那像这个电子式 IC 的话，就是要拆开用电扇吹，好、哦，你像这边也是。像这个已经插在上面，我就没有拔了啦。然后啊，像这个，放下来给滴水，啊，拿电风来吹。其实若要安全，应该嘛是板板的啦。我看嘛是板板的那个，因为这杀菌灯是待机，哦，艾诺芬杀菌灯在这里，它就还没有到工作时间，哈、哦，这给它全部拔一拔，对了。然后这种天是夏天了。好，现在都快端午节了，很热，也不需要那个了，暂时不用加温，没关系。哦，这个插座啊，插座也是了，对，等一下再叫员工处理。插座也是把它拆开去吹电扇。好，这个也是。哦，现在就不要贸然启动了哦。哦，贸然启动有时候一下子就烧掉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因为插座没有办法弄，所以。现在的气量是，现在是 GT 90，他在吃那个插头没插，对，插头在这里。他现在跑的是锂电池的，里面锂电池的气量了，好，把电拔掉，15段锂电池还有这个气量，好，然后你把它拔断的时候，它会跑模式2。模式一跟二打两分钟休四分钟啊，因为我现在这条龙的情况，谁还跟你打两分钟休四分钟啊？我甚至直接按掉，就打24小时，不要有模式哈、哦，甚至开到最大。好、哦，他、啊、现在打的是锂电池，吃的是锂电池的电力。
好，当然是先救这个龙啊，因为风量18应该还可以打，风量15可以不间断可以打12小时，打二休四可以打36小时。好，那我现在剩下的这几点钟啊，我们不用间歇模式了，直接开，然后开到最强，好，音量开到最强，好，不救起来就会挂掉。音浪开到最强，不是啊，风量开到最强，好一点的啦。你看，耶，好的好的，安尼就是靠弯起啊。哦，鳃膜在动，然后鱼已经开始会喘，哦，至少比刚刚好，动作会越来越大，然后再来它就会开始尝试的想要去游动。好，哦，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，鱼至少3天。至少3天以上不要喂，好，哦，有时候经过这样子这个尺寸的龙，有的惊到了，伊嘛免烦恼啊，伊嘛一两礼拜拢袂食，好，哦，这些3千，这些那个6千什么到很快就适应了，哈，哦，你看那一只就是有受伤了，它的油脂就比较不正常，像这个就像我说的下点细菌消炎药，不会像今天暖胃，好，哦，今麦就是。吃啊！我刚刚是有感而发，你看，